我带你去抓鱼去。前两天我打田的时候，那个鱼都会撞我的脚哦。哦，啊，这么多鱼吗？是啊。抓鱼我还是小时候抓过的多少，那时候小时候上学，我学的不是像，偷偷摸摸的跑去。我们江西下了差不多半个月的雨啊，有很多水库里面、塘里面，那鱼长大水的时候都会跑出来，所以说今天我带我媳妇抓鱼去。抓不到怎么办？抓不到不吃，我抓不到今天晚上不吃饭。你没两三斤的？哪里有两三，这是鲫鱼。媳妇你看，还有一条红色的。哇，这么多啊。啊，看看看看看，群群皆备的。嗯，你看看看这里的，他一家三口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来了。来，我来来来来抓，小心拿。我来我来我来，你拿着拿着。好，我来。呀呀，妹没抓到哎。啊，没抓到，我抓鱼不行啊。呀，抓到了，你看有这么大，你看这鱼。哎呀哎呦，又跑了又跑了。哎呦，装的水哈。装的水装的水。呀，这条红色的，我抓了一条红色的，媳妇你看。哇哇哇哇，你看，哎呦，小心小心，别跑了啊，我看还有没有。刚才看到一家三口的呢。一家三口在这里啊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在这里啊。哦，哇呀，你抓鱼比我厉害。那鱼呢？媳妇，这是我传家之宝，哎，这个你见过没？你家有没有？我家有。有吧，啊，我拿这个来抄。那个是我们家里以前是用来洗菜的。洗菜的。哎呀，找得到不？没抄到，哎，抄的全部泥巴。只找得抓得到鱼啊，水的比我们搞浑了。刚才看到有好多鱼的，现在都找不到了。哎呦，这里有一个。你那里吧？有，碰到脚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在这里。哎呀呀，在这里。哎呀。啊。在哪里？又不见了，又跑了。搞混了，等等。这咋抓得到啊？看又看不到。是吧？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。下面还有啊。啊，看一下嘛。呀，这里一条鱼。真的吗？我看。在哪里啊？这里这有，大哥说没得没得，还被管子摘住了。你看躲在这个管子下面被我发现了，躲在这里。哎呀，我抓到了吧？你跑啊，跑哪里去？还是我的盘中餐。拿回去给豆豆晚上煲汤。哦，啊，继续。哎，你说这是鲫鱼啊，是鲤鱼哦？这是鲤鱼，红色鲤鱼跳龙门。哎，这里有一条，哎，西北，你看，这里有一条没动哎，你看。我来抓，我来抓。你呢？别跑了啊。哎呀，你抓鱼高手。难怪你去上学的不去上学。我老爸要我去上学，我没去抓鱼。我抓了那个青蛙学腌猪。你腌过猪没有啊？把它肚子破开来。狗腌鸠不是腌猪。呀，哇，看到没有？哇群群，哇，成群成群耶。快快，大哥，拿拿拿这个来，拿这个挡住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哇，这一对呀，来，我从上面垂下来啊，好，堵住他啊，堵住，别跑了啊，哎，这来了一条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挡住挡住，来了没有？来了，挡住啊，别跑了啊，好，跑了你负责啊，哼，拿起来拿起来。哦吼，我搞了一条，来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你看这死的这条，哦吼，一条都没有啊，一条都没抓到，那跑哪去了呢？哎，把这鱼怎么抓的？刚才看到那么多，一条抓不到。我抓鱼不行，你抓鱼比我厉害。再来了，啊，这一条你要跑啊，我来抓到它。这一下我抓到了。啊，几条？我抓了一条，才一条啊，好多的嘞，好钓的。你抓鱼比我厉害，赶过来，我赶赶你，挡住啊，好，别跑了啊，好了你负责啊。我们那时候下个雨之后，水沟里面有水，来来来来，再来，来了没有？好，来抓起来。哦吼，还没我抓了两条。哎，没有，你不会赶鱼，
我来试一下啊，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赶的，沟里面有鱼，浑水看不到，就这样赶，看一下我能不能赶到鱼啊。你一条，我们也差不多够了，也没有说白，没来，没来啊？没来，他来了会跳起来。别人都说浑什么浑水摸鱼，不如外人田。浑水摸鱼，浑水不如外人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回事？明显我小时候这样赶鱼很管用的，今天怎么不管用了呢？所以说一个地方叫什么风土人情不要嘛，这边的风土没有没有，我带你到别的地方去抓。哎，这有一条啊，这条不小哎，你看，哇，你看这条不小哎，这是我摸的啊，这不是爱哥摸的，这是我摸的，我摸的，我摸的，啊，是你摸的，别哎，哎呦。别给我摸瞎了！哎呀，这么多了啊，可以吃一顿了。有一斤啊，一斤有了。你说这田里面有没有鱼嘞？有，肯定也有鱼啊。在哪里啊？哎，这有鱼，我抓到了！真的？我抓到了，还是这只红的。有吗？我来了啊！在哪里啊？哪里有啊？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你别把水搞浑了，去吧！你看这里有一条。这里有一条，有，这里有一条，在哪里啊？在这里，抓到没有？跑了，跑掉了，撞到我的脚，准备抓到。啊，在这里之前快点来啊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猜到没有？跑啦，又跑啦，又没抓得到，又跑啦，媳妇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呦！搞不动了，又跑掉了，又跑掉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媳妇，你明明就没有，你骗我吧？看到了，真的有。你骗我没有？哎哥，哦哟，这条鱼好大哦！你骗我吧？快点来呀、啊，真的！媳妇，你就是说狼来了嘛，就是骗我，骗我。骗二哥一次两次上当，现在骗不了二哥了。哎呀，这个田里面水太深了，鱼太搞浑了，现在抓得很难抓，抓不到。要水少就好抓。哎，水太深了，看到鱼就跑了。田又大，水又深。媳妇，这点鱼还不够我们杀牙缝的、啊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走。你牙缝有那么大吗？走，出发，俄罗斯上面也有很多鱼塘。那鱼肯定是从这上面游下来的。哦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了 啊，能不能抓到鱼，去看二哥的了。啊，这个水应该是哦，看得清楚。嗯，很清澈。是啊。这个吧。那个是青蛙。大哥，拿回去养一养，拿回去给你养了。我不行。那换口袋，那拿走，拿回去哈。好好的养着。小蝌蚪找尾巴。媳妇，这里有鱼，这下我没骗你，说了这条河里面有鱼吧？你不相信，我每年到这里抓很多鱼哦。这里有鱼啊？让你看嘛。啊，全部冲到这里来了。啊，把架打死的。昨天水流太急了。冲死的。你跟他人工呼吸一下。我那时候小时候，我看我爸爸就是这样，鱼快要死了，他就这样吹两下，放在水里面，它又会游起来。哎，这里还有一条死鱼，管它，这些鱼全部死掉了。来来来，抓回去也可以，给猫吃也可以嘛，是不是？猫也吃啊，小黑也吃啊。还有吗？小黑吃鱼啊？啊，呀，这条是活的吧？这条我没骗你吧？呀，哦，这里，这条是活的吧，媳妇你看。这是活的、哦、这个活的啊，这个死的，这个这么大一条鱼，这么大一条鱼死掉了、嗯、太可惜了，要是昨天来刷它就没死。是啊，它冲死了。说了不错吧，我们也死鱼抓了几条回去，就是这上面还有一条，看没有，这条是活的，是不是？我说了会上水吗？你还说啊，到哪里了？这里。它往哪里上去的？对，往这里上去的，看没有，它在那里游。
跑啊，你跑啊，这是我的吧？这我抓到了吧？你跑，你跑到河上跑不了庙，还是跑到我嘴巴里面去回一下。哎呀，嗯嘛，二哥，嗯嘛，嗯嘛，还是我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也跟他人工呼吸一下嘛，嗯嗯，是不是？妹妹的坐船头，哥哥站上座，恩恩怨怨，亲生的到拥有。妹妹的岸上走，哥哥的水沟走，你说。啊哥哥在水沟走。哎、啊，哥哥的水沟走，妹妹在岸上走。哎呀！哎，刚才我们从田里面捞鱼回来，发现那里又死了一只鸭子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窝棚那里想、重新整理一下，所以把鸭子赶到这条河里面来关几天。临时关几天，那里又死了一只鸭子。现在二哥在那边捞鸭子。二哥，哎，小心点，不要掉到河里去啊！哎，鸭子已经捡过来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。我们拿来烧点水，把毛吃掉吧。啊。这怎么死的呢？是下蛋下死的还是什么？是鸭婆哎，你看都硬了哦。啊，都硬了。走，回家呀，把它烧水嘛了。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死的，也许是涨水，这几天涨水，人家现在不是农忙了嘛、嗯，大家都田里面打药水啊，撒农药啊，撒肥料啊，这个水都流到这条河里面来，是不是？喝了那个水。啊。也不一定啊。要不我们就拔毛，把这个鸭子拔掉毛，把肚子开膛破肚破肚，看一下那个心是黑的是红的。来，走。能吃不？啊，能吃不？不敢吃，我也不吃鸭。